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下中上全能抓，抓哪路都可以。我们一级就学 Q， 我都不学 W， 我整个这入侵野区，我这蓝膜太弱。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我看看到底是中路打的比较欢，还是上路打的比较欢。我先去中上，再去下。最好的家伙，全军出击！这就是约德尔人摇滚的方式。把我打倒了，我也能马上站起来。你应该放个眼儿带扫描的，无所谓啊。中路打的比较欢啊，先把中路走一波。死完以后去野区。跟我打，你跟我打，皎月，我说了，我打野我能打死他们，我就能这么嚣张，就是能打死他们，明白吗？他不是以为我不去上了吗？不可能，下波我这波还会去。哇，可以，石头人清完上路继续来。给队友发个信号，上路先吃兵吧，让他先把兵吃了，把兵吃了，我们先清个 F6 再去。
好意思，死定了。秒我！哎，咋嘞？真是！秒我就给你秒，无所谓。那齐亚娜这套爆发就这么高，没办法，我们死是必死的。黑中路三个六。直接烫死！我说了，我打野我能打死他们。我说的有问题没？没有一点问题吧？看看对面打野干嘛了？零二零。我一个字不带说错的，我能打死他们。我会打野吗？其实我也不会打野，我不是那么特别会打野。关死了，帮一下，救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来人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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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波薛飞有点狂了，我说实话有点狂了。我们主要是没有 buff， 也没有大招，有大就好了，没有大招。就把小龙拿了，这兰博也曲线不厉害，伤害那么低呢？嗯？完了，按错了。打个皎月这么费劲，被削了呀，兰博。烧烤轮子吗？妈耶，伤害这么高！
别着急，我先把小龙拿了。女枪干啥呢？我操！人挺装备呀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两个人交闪现。回家了，1700，没什么人头啊，人头太少了，多不来点人头。兰博的要人头，所有系统已设置为神级，知道这里头100%全是人，给我全收的。好跳弹，抽，哎，一换三可以接受。哎呀，有的时候啊，得卖自己，没办法，只能死。你不卖自己，他们不上当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不卖自己不上当，对面不来。你像这波野区全是人，我就只能往前卖。我们先死。天那么不省心呢，你到底在干什么呀？这顿送啊，杀的都没送的快，这女枪真有意思，我天哪，这劲儿送啊，可太能送了。那晚豪都崩的，硬他妈给一个0-5的，你看。小心右边。那地图怎么全黑的呢？去上楼把那满豪杀了。什么龙小龙干板猴，你送现在上来送，扎一刀，
喷酒啥意思啊？为啥在这等我呀？轮着妈也挺有意思的。我盯呢，我盯没盯出来吗？我你。可以啊。我摁盯了呀。我把钉放在一，把我打倒了，我也能马上站起来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Shut down. 这齐亚娜现在确实这英雄伤害吓人呢。去把峡谷拿了。我就想问问那人刚才上哪去了都。嗯，打这个，点一枪，哎，哦哟，打峡谷先锋跟我。来来，你不能回血吗？你给我吃两口啊！最终把中路追了，有峡谷先锋。继续啊！他如果不回家，那齐亚娜我们就继续追。晚豪是不是疯了？这晚豪有精神病是吧？我操！疯狗啊！简直是疯狂！漂亮，漂亮！塞纳能点过不？弟弟。没钉，有钉就全死。我是人头太少了，我全是助攻。
怎么帮个这绫罗娃娃？不能打大龙，那打大龙慢的要死，他们上哪打去？打不了。我操你哥了，他怎么伤害这么高啊？啊，他有那啥，他有大影魔刀。哎呀，是我大意了。是我草率了。这个大影魔刀确实是我草率，打了吧，小龙。完了，赛大爷死了，那玩意儿太吓人了。哎呀，这英雄伤害夸张，夸张离谱。简直是夸张。也不起。下路猛，你说谁下路猛？我们家下路是傻的，还下路猛呢？你啥也不会干呢？数他俩是死的最多。怎么这么难搞呀？这两波我确实问题很大啊，老让人死了。但是我死了，咱们能不能别打？行吧，你们要打也行吧，能打赢行吧？对面也四个。大龙吧，把大龙打了。哎，走，把大龙打了，拿去，打大龙，这怎么是局外人？皎月也没来呀，他们是四打四，打赢了正常。